你扪心自问，若是以后像这般呕心沥血的作品只能藏于深闺之中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永平侯。侯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天色晚了，该回家了。在不知道十姨娘是徐夫人之前，我确实对她心生爱慕，可如今既已知晓，自然不会自轻自贱。这里的酒跟仙灵阁的酒比起来如何？自然是家里的酒好喝。那比起徐家，你更愿意在仙灵阁那里喝酒，对吧？我现在是徐家主母，我得以徐家为主。仙灵阁，你若是真喜欢，你便继续留下，有我在一日，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。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